什么叫圣贤？古德的注解很多，注解里面一般多数的都讲好善好德，啊，这个话讲得很笼统，好善好德，啊，所以我看到经题，我就用经题上这五个字，什么是善，什么是德。清净是善啊，平等就是德了。啊，我们把体加上去，体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。啊，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自受用。就是真诚心的自受用，真诚心的他受用，就是大慈大悲。啊，这样讲法大家很容易懂，也很踏实。啊，我们好善好德了，总有了具体的目标了。啊，踏实的这个方向了，就有清净心、平等心、觉悟啊、正觉啊。